如何成为霸道总裁？一，善于时间管理。一个人唱一小时能值多少钱？我工作一小时又能值多少钱？那我陪你，是不是我陪你一分钟，但我挣多少？二，喜欢让人去人事部。你觉得你称职吗？你觉得你称职？明天自己去人事部。明天自己去人事部。明天自己去人事部。三，下属必须全天待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手机24小时开机，手机仍然有给我保持24小时畅通。我说过了，手机要24小时开机，意思就是不管你在吃饭、睡觉还是在干别的什么，要必须立刻马上接我电话。啊